大家好，我是 Kevin， 我在 Stack 的名字上是 KJCL， 然后第一次来大松，第一次提案啊。然后这是几个我参与过的 G0B 的就是案子嘛，然后会发现说一个就是看到了这个专案的一个就是网民，他怎么可以知道说这是 G0B 社群开发的网站呢？他怎么入坑呢？然后其实我们的网站其实蛮就是杂乱的，就是说前端都不一样，所以一个人不知道看到这些网站都不知道怎么入坑嘛。然后怎么解决这方式？解决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我发现说美国的政府的官网上面每一个可能都是不同的部门跟单位开发的网站，上面最上面都有一个旗帜，上面显示这是美国政府的一个官方网站。然后所以我这次帮婚姻平权大平台做事的时候，我也就帮 G0B 社群做了一个小旗帜，这边写这是一个台湾 G0B 公民科技社群开发的网站。然后就是说无论你的前端是什么，就是很简单把它贴进你的就是你的那个网站，然后几分钟就做完了。然后就希望说大家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案子的时候，就知道说这是社群开发的网站，然后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去入坑。然后怎么使用呢？就是在我的 GitHub 上面有一个就是简简单单的 HTML 可以直接拷贝进去，然后复制进去，然后如果大家使用 React 的话，这也可以直接拉进来这样子，然后有问题的话随时可以找我，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好，这样子，谢谢大家。好，谢谢。这个可能可以试着把它串回那个军营官网，今天要不要来试试看？好，对啊，就把它串回去。好，那下一位是那个 Kita， 今天